啊，我去小将，今日拍算要甲李勇见面。李勇，这是阮针对上野集团啊所做合约案啊。啊，若无啥问题的话，咱等下拢签约。啊，全台湾这侪大企业，啊，因出手一竞就随竞就偷香嘞。我想来请恁提一下物件，今日再搁讲。讲到这，我今日足衰，甲委员完结了，想行行，结果我对上古个垃圾水。是啥起的呢？根本是顶下甲你骚扰伊个变态过来。变态？你个变态是魏云呐。美颜。魏云，你来啊！哎呀哎呀，我今晚真正回小厝，我只该死啊死啊！这世人我袂负爱，我后世人我会好好甲你弥补。小春，我爱你。我要问什么？我应该安怎做才当帮助到冠杰？我拜托你一定要救冠杰，我拜托你。要赶紧抢抢的，后摆恁上亚在台湾给我用过来。如果小舅甲你用得到，做恐惊真危险哦。行啦，别跟那个抢抢了。李勇，你对福贵小舅做什么代志？你都想逼我签合约？刚还没有搞成，阿拉无见你，你免想不走。阿亮，看恁大个，有这才调无啦？你是要家己甲合约退出来，还是阮兄弟动手？想要合约哦，食个歹。司令，我跟你有点爱，我昨天没放手，救我，救我去！